我叫曹雅萌，来自河北邯郸，北方姑娘。我跟观澜湖结缘到现在有6年了吧。他很人性化，然后很亲切，像家一样。各方面的设备都很齐全，比如说像 VIP 的电影院，然后还有购物、超市，还有小孩子的游乐场所特别多。现在周末人越来越多了，就是商业气息稍微会浓一些，但是依然比其他的 shopping mall 更温暖一些，更有家的感觉。观澜湖的活动特别多，比如像万圣节、圣诞节、植树节，只要有活动的我们都会来参加，然后来报名。那个星际传奇打游戏，每次看他打游戏的时候，我们大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就要自己也上手去玩，在这里边像家一样，开心的和不开心的都有发生。我们平时工作也很辛苦，然后也挺忙碌的，每个星期都会抽出一天家庭日，主要陪孩子在新城，每次在这儿都会度过一天。观澜湖里面有学高尔夫，从4岁半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了。时间飞逝，转眼观澜湖新城都6岁了。在这里，我祝观澜湖新城生日快乐，越办越好，人气旺旺的。